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歌です。ネットでいいキャンプ場を見つけました。テントの中にはなんとこたつがあります。しかもそこはイルミネーションがとても綺麗です。ルちゃんとクリスマスのお祝いをしたいのですぐ予約しました。なので今回の動画は文旦要去京都超级漂亮的露营设施。露营的哟。我们这个露营设施是文旦有追踪的一个完美区域，我们觉得很漂亮，马上被烧到，直接预约。反应这边少十页，然后。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是位于京都的独立 K 温泉。那因为露营场不是在京都车站，所以我们从东京坐新干线坐到京都之后，还要转山阴本线快速坐到这个原部车站。在原部车站会有免费的接驳巴士可以坐，时间要上网查清楚哦，不是每个小时都有。这整个地方已经是乡下了，有一种脱离世俗的感觉。我们是坐一点的接驳巴士，坐巴士的话要坐差不多30分钟，跟上次露营场一样都要坐巴士，有一种怀念的感觉。我们到了，然后因为这里是山路的关系，其实刚才坐那个车我就有点晕车，所以建议容易晕车大家要先吃晕车药再坐车。这里空气超好的啦，好清新哦，完全是大自然，好醉。在帐篷的服务台右边，这里有小卖店，还有一些露营的必备用品，还有可以穿的睡袋，一个1000日元，没有很贵。我们当在追求什么可爱？这个是我们在网络上面看的介绍照片，还有暖桌在帐篷里面，会不会太高级了一点？还可以预约火锅跟烤肉，这里他有帮我们写一下时间表。接着躺，快点玩。哇，感觉好好吃哦，这个。跟外国的朋友是一样。然后这边还有烧萤火要用的柴，这个的话就是要付钱的，差不多是1500日元。还有免费的毛毯可以拿，这里很多饮料也都是可以免费喝到饱的，这里洗澡也是可以泡温泉，他们很贴心，这里有说 check out 之后还是可以去泡他们的温泉，这里还可以免费借加湿器，真的还蛮贴心的，连面膜都有卖，一片150日元，没有很贵。这是我跟文当今天住的帐篷 A5， 好大哦，这是我们的家。这一区块全部都是我们的，烤肉场在右边，左边这边是我们的帐篷。现在让大家来看我们帐篷的庐山真面目。哇！哦，两层。超酷的啦！这里有一个冰箱，还有床，还有棉被跟枕头，还有抱枕，还有一个暖桌，而且还有可以挂衣服的地方。这只能跳的呢。那里还有暖气，怎么这么美？而且文章上面还有那个灯，那个灯也蛮亮的。文章说他发现这里有小鸟。小鸟。里面的用品还有马克杯、咖啡，还有茶，还有卫生纸，还有毛巾、牙刷、牙膏都有附，真的是蛮贴心的。虽然我们自己都有带，可是一般很少有露营场会做到这个地步，很棒啊！電気通ってるのすごくない？すごいね。キャンプって感じじゃないのか？这里已经是另外一个境界了。だからペットメイキングするよ。这个梗到底要弄几年？两个今天的床已经把棉被套跟枕头套全部都放好了。那从帐篷一出来呢，这边就有放萤火的地方，然后还有烤肉架。旁边罩起来的地方呢，进来就是有一些必要的烤肉用具。这边是火锅需要的瓦斯炉，全部都有附。这里会因应各个节日有不同活动，我们这次就刚好是圣诞节来，所以就有圣诞节的特别活动可以做。它板子上面写走路走35步就可以走到那个地方。文丹很认真在那边算，怎么那么可爱啊？我们这次参加的是可以自己做圣诞树圈的活动，然后因为很冷，工作人员还准备暖暖包给我们。他们这边超亲切的，好喜欢这里的氛围哦，好像童话故事哦。全部如果决定要做的话，他会给我们像这样子的一个纸袋，然后自己找个位置坐下来就可以开始做了。随圣诞音乐起舞，这些装饰品都可以自己拿。刚才服务人员说他们是自己去山里面采的。拿这个是什么东西啦？我真的是会气死，拿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我是真的真的好想你，好想你。我们文章很厉害，连这个圣诞树圈都会做。ルちゃん初めての工作。場所重要だからね、場所。結んだ方がいいよ、多分。そうだね、結んだ方がいいね。我有好好的用到。
いいね、こういうの思い出になるね。觉得这里有这些活动真的是还不错。他们都弄死了，これ。那是我弄的。算算じゃん。谢谢，哎呦，都还好害羞，被文章称赞。现在进行最后一个步骤。哦，这就是我们做的圣诞树圈，漂亮哎。ね、漂亮。で、俺これをこだわってよ。这个浆糊根本粘不起来，所以我跟文丹用双面胶这样给它捆好几圈。然后因为现在是圣诞节的关系，从今年十二月开始到明年二月都有巧克力祭典，是在这一个甜点工坊。可以呢。嗯。真的是那可以。这个地方真的有好多活动哦，觉得两点来还有点太晚了的感觉，太多东西可以玩了。他们说他们这里最有名是这个巧克力起司蛋糕，已经卖好多年的样子了。文章最想吃的是这个巧克力泡芙，布丁看起来超好吃，可是毕竟他们现在是巧克力祭典，我就这次先放弃了。我不知道我们在影片里面说过，文章超级爱吃巧克力。我们三个巧克力都点了，然后还点了一个琉璃茶。它有一点酸酸的，又有一点甜甜的草本茶的味道。我现在吃它巧克力起司蛋糕，上面是慕斯，下面才是蛋糕体。它这个慕斯吃起来好浓郁哦。有点巴里巴里的，下呢咖啡有点感。我自己比起刚才的巧克力起司更喜欢这个 OK 啦。我们文当觉得泡芙太好吃了，一直吃一直吃，完全吃不停。好吃好吃。然后这个是 LK Onsen 的地图，这个停车场可以停差不多700台车，所以应该是不会满人呐、啊，大家就可以开车来会比较方便一点。然后右边这边呢，全部都是晚上的灯饰，而且看网络上面的照片就很漂亮，非常期待会长怎样。对，这就是网络上的照片。这附近有很多这种很自然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来这里散步，会觉得整个心情非常的放松，很舒服。有一只鹿突然跑过去，对谁啊？他们刚才跑超快，直接从我们前面这样跑过去，哎，镜头不知道照不照得到，那里有一只鹿，看起来有点像马。見てるね。来帮文章拍一个 slow motion。せーの、拍。你身上都是叶子，真是可爱耶。现在天色已经暗了，有点在打灯了，又不一样的感觉。他们还要给一张免费的关东煮兑换券，一张的话可以换两个。然后因为现在圣诞节有特别活动，还可以免费换一只鸡腿，好温暖哦。好棒，好棒，棒！服务台是长这样，那边可以拿鸡腿，还有关东煮。营区整个感觉是长这样，那边的话就是会办一些季节的手工活动，温泉话在另外一边要走过去那边泡温泉。キャンプ場には珍しいよね、こんな綺麗な水。我的厕所也设计得很时髦，很漂亮。一般露营场很少会有这种漂亮的厕所。我们现在要换关东煮，好暖的感觉哦。文章最喜欢吃竹轮了。一个人可以拿两个食材，因为我跟文章是两个人，所以可以拿四个食材。这里还有免费的餐具可以拿，还可以换鸡腿，又是炖马铃薯，好大只哦。好大。哦。啊，你要肚子在吗？Merry Christmas！ 这个圣诞节太开心了。有蛋糕，又有鸡腿，又有关东煮。これも晩飯いらんくない？我们还有火锅跟烤肉要吃。好吃哦！好吃？好好吃哦！これうまくない？嗯，好吃。カブカブ。这个鸡肉也超好吃，他们每道料理都很认真哎。でも一緒もいっぱい。现场还有现切牛排可以吃，跟他们点的话就可以免费拿，这些都是不用另外加钱的。晚餐的火锅跟烤肉，拿这张券给服务人员之后呢，他们就会拿这样子的材料给我们。我们这次点的是猪的泡菜火锅，还有烤肉等等。另外我们两个有自己加点，一只是200日元的烤棉花糖。圣诞节还有一些特别活动，像这个就是特技表演。现在还有圣诞节的特别蜡烛点灯仪式，哇，好美哦！哦，ルちゃん登って、気をつけて、気をつけてな。哦，いいね。啊，いいねいいね，いいねいいね。工作人员给小男生点最上面那个，可是他不管怎么点都点不起来，好温馨哦。我们现在要去看晚上的灯饰，如果是平日的话，灯饰是不用钱的，六日的话要加500块，然后因为现在是圣诞节，他们又办得更盛大，所以是1000日元这样，我们就另外加钱去看灯饰，毕竟来了都来了这么远。有点像，どんな感じかな。这里就是灯饰的会场，好多情侣跟家庭哦。我觉得相机照不出来这里有多漂亮，但是我真的觉得这里值得你们花钱来，超级美！天哪，世界呀！前面的地方超酷，它的空间整个是扭曲的。
我们文章真的是世界最可爱。世界，世界。对呀，哇，好美哦！当你很漂亮哎。漂亮。对的。对不对？这里真的很漂亮。我全部都想拍给你们看，可是影片就会太长了，怎么办？而且重点是这个地方人很少，不像东京怎么拍人都很多，这地方太好拍了。彼氏とデートなのに使っていいよ。好恶哦、喔！你怎么那么恶？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哇，我们刚才看的是一个小时只有三次的灯光秀，那一次差不多会是六分钟。看灯饰的地方，因为现在圣诞节，还有期间限定的歌手唱歌。这里是看全部灯饰最漂亮的地方，下面有湖刚好跟字成为倒影，整个画面超漂亮。现在圣诞节还有特别的抽选会，我们是15号，可以自己选一个白色的球，里面会有礼物，我们选最下面的。什么东西？紙が入ってる。Stainless mug pair。我们抽到杯子。开心哎！不要找了，怎么找都不是我们的。我跟文当现在要生营火，这样烤肉才不会太冷。现在8点，我跟文当终于要吃晚餐了。他们贴心都有附盘子跟碗，还有附餐具。ルーちゃんが今から肉焼きます。鍋も準備してます。可以这样子享受安静的夜晚，真的是还不错。哇，火锅看起来超好吃的。我们本来用相机拍，可是帐篷里面比较暗，所以照不清楚。就用 soda 竟然可以照得这么亮， soda 太强了。我跟文当其实都是不喜欢吃泡菜的，可是他们这个真的好好吃哦。我们文当吃火锅的时候来看我们的影片。现在是晚上11点半，我跟文当来他们的温泉洗澡，因为是泡温泉，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不能拍了。大家再见，泡完汤再见喽，拜拜。我们文当泡完汤又要喝咖啡牛奶了。他每次都说好呼。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回到帐篷里面了，因为帐篷里面比较暗的关系，我现在把 iPhone 的手电筒放在后面当照明。毕竟我们是来过圣诞节嘛，那当然要有一些交换礼物的仪式。可是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今年因为一些生活上的变化，就花了比较多钱，一起讨论说决定两个人都不要送礼物，但是不送礼物就觉得有点寂寞，所以我们两个就各写了一封给对方的信。ルーちゃんが大好きな。对，ありねて。めっちゃ書いてんじゃん。ふーちゃんへ、今年いろいろありましたね。でも辛いことがいろいろあってからこそ、両人の愛がもっと深めた気もします。いつも私のわがままを我慢してくれて本当ありがとう。ふーちゃんの隣にいるのはやはり一番安心だし一番楽しいよ。これからも何があっても二人一緒に乗り越えて美味しいご飯を食べて過ごしましょうね。おお、いい汚いね。那我来看一下文章写什么给我。僕ちょっと書いてる量少ないかもしれない。他也太随便了吧。ルーちゃんへ、メリークリスマス。ルーちゃんとのクリスマスは4回目ですね。これからもお祝いできますように。互い末永く頑張っていきましょう。文章より名前は文章なんだ。可愛くない。可愛いね。実はね。え、何これ。開けてみ。実はこれはルーちゃんが買ってきたやつです。文当因为在工作没有时间买，所以我就去帮他买。好开心啊！谢谢。文当选了一个有熊熊的信纸。私の名前じゃ薛如芳様へ。かけるんだ。付き合って4回目のクリスマスですね。今までいろいろ楽しいことで笑ったり、困難があって抱いて泣いたりしましたね。何いきなり感動しとる。お互いが支え合ってこれからも週長く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いつも元気なルーちゃんって言ってください。よかったよかった、サプライズ成功。真的是超可愛的。ルーちゃんにもらったやつを適当に書いて落としてからあげる。ありがとう。文章一开始那样准备，我还以为他是要送礼物。那因为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们两个要睡觉了。这是今天露营帐篷里面的床，不觉得露营有床睡真的很爽吗？マットレスと布団があります。对，好，那我们要睡觉了，晚安，拜拜。大家早安，我们现在要去换早餐，早餐也是要用这个券去换。这个睡袋太长了，一定要这样用手拉着，不然会拖地，很容易跌倒。早餐是自己做汉堡，
酱也可以自己加，蔬菜也是可以自己加，还有这里的服务人员做的布丁好丰盛。文当一大早就要当早餐店老板，我们现在已经 check out， 要来努力 K 温泉体验他们的其他设施。昨天有一起买票，一般有住宿的人本来就可以泡他们的澡堂，那要是另外有买这个券的话，又可以看漫画或是利用他们这里的其他设施。然后我自己觉得这里蛮特别的是，他们有很多泳池都是可以穿泳装进去的，应该有很多外国人是不像日本人一样可以赤裸裸的面对大众，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还蛮贴心的。这里还可以体验让鱼来吃你脚上的脚趾，十分钟是500日元。いっぱい集まるほど汚いってことだ。哎呦，いっぱい来た！全部都来了，你的脚多脏啊，好恶心哦！慣れてきたね。ね、なんか気持ちよくなってきた。现在我跟文达去特别区域，这里有写说可以带宝特瓶的饮料，也可以充电，也可以拍照，而且还有 WiFi 可以用。这里有满满的漫画、小说，还有杂志，还有各式各样的休息区。我自己觉得这个超漂亮、超酷的。这里还有苹果电脑可以供大家使用，还有这样子自己的小房间，更是把人变成废人啊！脚痛死了哈！我们找到我们的家了，哇，里面还有电视。怎么这么幸福啊！这里，昨天吃的泡芙太好吃了，文当回去之前又买了一个泡芙来吃。真的是多亏文当有滑他平常 IG 追踪的网美，我们才找到这么好玩的地方。忙个忙个！我跟文当今天从早上11点开始看漫画，看到下午4点半，很满足的一个旅行。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录音场了，天色暗下来真的就是这么漂亮，我们自己觉得很好玩啦。推荐大家如果来京都的话，可以把这个地方放入你们的行程。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